来一个掌声，因为他刚刚自己刚跟志刚说，在这里是我们你在投手球上投球还紧张，可以直接给他鼓励一下。好，那紧张。好，那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球队是出来遇到突发状况，所以每个上场的投手都必须有分担的局数。那面对这个状况，你还可以临危不乱的手下，针对这个情况，你自己有特别做什么样的调整吗？上去就是要用最少的运球数，然后抓取最大的出局数，然后尽可能的提升到场量。是，那呢，今天表现也非常好，没有被打出任何一次安打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南投转强中继表现很好，对我们同一队的牛棚战力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。那呢，你也达成了中继局数400局这个非常难得的记录哦。那在强中继的角色上面，想问一下，你有什么样的心得？心得就是，因为我们每天出赛的疲劳度都会影响到表现。所以就是上去的时候，如果教练给我跟，就是把局数拉长，把局数吃下来。是，那呢，南投也都做得很好，那我们呢，手下的不少抢了胜利哦。好，那当然，上一次你拿 MVP 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，距今已经8年了。那我刚才有提到，中继投手这个角色其实真的很少被注意到，而且很难拿到 MVP。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话想透过镜头，感谢谁，或者是感谢现场的球迷？对啊，今天这胜投就是大家一起帮忙的，守备也帮忙，然后这个胜利就是送给大家。好，这个胜利我们一起共享。好，那也恭喜南投嘞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来，你要跳舞了是不是？他准备要上去给我们先抽奖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抽出3位幸运的球员，要跟着到我们今天的媒体时代先赢球哦。好，来恭喜第一位5706386HL。很热情，感觉已经准备要就跳舞会师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欢迎南投队的 MVP 舞蹈。我们是否音乐剧女排盛典首局呢即将要来正式开始。那在开始之前，小朋友提醒大家几件事情。今天呢，在 A 区区间内两个 A 区的楼梯我们是不开放的，所以如果你要离场或是要上洗手间，请记得由我们一三北侧 F 区的楼梯来移动你们的脚步，包括要领的 MVP 球员的乘客也是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有人在询问如何出入，麻烦听到的队友帮我们分享一下。接下来女排盛典正式开始，邀请我们今天为大家暖场的最辣 DJ 米娜庄。